Oh,
我们是再加一轮吗？哦，加，加轮，加，必须决出胜负，必须有一方三名选手全部被淘汰，所以加上一轮 ，PK 将要连战四个回合，我们的肖老师还有机会保住他们的队伍，所以全场的第一个加赛，尖叫声。 继续进行比赛，我们首发阵容第二位是 B Boy， 是南京，忍令着，哇，局势很严峻啊！陈玉莲队这边，对面还有两位，萧青天已经连上两轮了。南京，你先说。All right, yes, let's go。 陈玉莲队这边三位，恭喜南部代表成功晋级，同样一把掌声送给成玉莲队，谢谢。